咱头先做翻是大家安，大家啥吼？我本来要讲不断进修，不断进修要讲的部分，原则上甲各位头先做翻是来在现场，可以有较大的关系吼。那因为不断进修是一个做工作的精修的作业，那这个作业呐，同现阶段。并无在了马上来变规，因为现在端这个都是计划，所以也会感觉孤单真伤。但是我想，今仔来到现场的，安尼各地所有官员应该对孤单真伤这个部分啊，应该较上了解。啊，因为现场非常的快，好像我今后壁面啊，发觉一卖卫生后壁面听了会较辛苦消化。啊，搁一个。这个画面吼，因为伊个头前面伊都比较去投射吼，对面有人行来的时阵，这个所在拢会错。我嘛想要来改善看卖，但是看在应该讲可能不得来改善。而且伊上台湾吼，来拜托，尤其拜托吼，嘉州民、德州民这边遮个吼，即卖其他遮个可能所有官员吼，啊，会当较委屈的也无在了，无所在来好坐吼，听会无要紧吼，但是尽量卖当啊吼讲话吼，因为。都得从我哋所关联上去了解，讲今仔日到底要讲个遮个，大家即个所在也是万分了解一寡，你想要了解，然后我想办法甲各位做一个吼较完整的报告。咱今仔困难经手的吼，做个个睡眠的部分啊，啊，分做几几项来甲各位做睡眠。首先来看台湾的目标，要做脱离贫富。那开发的目的呢？伫孤单人手伫这个案内里面，当然啦、啊，未来啦，看会当啦吼，来吼、哦，产生一个吼、哦、产业的园区吼，来加速引进产业。你讲都市计划伫即届计划内底面，唔是全部拢种住地区商业区而已。进来这边，嘛还有商业区，就是讲按较早所谓的工业区，但是即摆拢叫做商业区，会当引进的，是希望尽量会当引进一寡。无物价的工业来伫安这个所在，所以呢，进来这边有咱将近几百公顷的商业区，就是要引进着未来一寡产业，包括安这个地区，嘛会当予安这个所在引进一寡就业的人口，也是安在地人来当当这个所在的就业哦。然后呢，最主要的捷运呢，啊，会当延伸哈、哦、土地开发，会当一次到位。那捷运呢，啊，之前大家都知道哈、哦，大概就是从。红树林这个地方，然后直接拉进去，又来到安的党派行政区，又刚好圣约翰大学那附近、哦、大概这个部分，然后建构一个生态的城市的典范，来看好不要紧。那这个开发民间呢，因为有扣住了一挂吼，包括医疗专用区啦，包括安的医英国小，还是吼、哦、这个吼、哦、正德国中的这个吼、哦、贤孝社区，还是吼、哦、圣约翰大学加文教区来这边吼、哦、加。甲排地了了，按征收的面积，天阶段算出来是差不多635公顷左右。那目前的嘉宾甲各位报告的这种公益性的评估啦，啊，这一些是因为法令的依据哈、哦，这里面要评估的包括社会因素啦，啊，现在这边吼社会因素啦，吼弱势族群的生活。也即个形态安置计划是啥物？然后经济因素包括着吼未来即个粮食的安全，粮食的安全就是讲安即个所在本来原地就毋是吼重要的即个吼粮食的即个生产的诶行为，所以在即个征收内底并无影响着粮食的安全，甲着吼农林渔牧产业链吼即个部分并无影响着着。然后呢，会当吼未来做产业专用区，会当做在地。好、哦，来增加就业的机会，那这个部分甲各位吼、哦、听听就好了。哦，这法令规定一定爱讲的，来各位嘉宾。那里面呢，佫包括着文化交流吼、生态因素吼、哦。那文化生态因素啊，进来这边包括一挂遗迹的部分吼、哦，啊，包括这个遗迹在这边咱有甲保留起来。然后对于永续发展的部分吼、哦，永续发展的部分，就讲希望讲未来。会当吼用一个淡海味镇吼，即种的即个吼作为愿景来达成吼在地就业、在地就学，也是吼在地就用的即个吼生活目标。啊，这个你看即种是必要性的评估啊，开发的范围甲个面积的规划啊，即、这个用地范围有其他吼会当代替吼来地区无？
道精修办理的情形。啊，社区内如果较早用辅导精修办理的情形，就按较早综合师范社区吼，第一期第一区的部分吼，完成土地点交，然后第一期第二区就1994年嘛完成着土地点交。好，好，做那交代了。即卖甲各位报告的这阵各位土地所有管理人真侪人想要了解，这个部分我真少来甲各位做一个报告。那啊，拜托各位呐啊来真少听。那未来呢啊，地上物价的土地保障的标准是啥物？按首先来讲的土地的部分。吼、哦，依照土地呐啊，后日呐啊，这个部分呐啊，假设要征收的时阵呐，啊，就你的土地，你也假设后盖，你无想要领地。你要领钱，领钱就牵扯到补偿。依照现在法定的规定，现主席的补偿，后你必须要依照征收当期的市价来补偿伊的地价，征收当期的市价来补偿伊的地价。那有人在讲讲，哇、哦！我现在目前外口面定卖到偌济啊？外口我看真侪中介公司吼，好像替咱地主服务了吼，非常的好吼，把把多嘛拢印出来吼。那这个市价并不是外口面即卖目前买卖的价钱，因为迄时吼，因为要征收的关系，有人吼，小、哦、我对这个部分较有需求，所以这个部分并无表示市价。市价呢，必须要由新北市政府来认定，一个叫做标准地价评议委员会来认定。所以这个部分呢、啊，营建处嘛无了解讲啊到底这个市价即卖是偌济吼，这个部分必须要新北市政府的地价评议委员会来公布。那选择的方式呢？在区段征收台里面，在选择的部分呢，会分作不来种类。一种就是我全部的土地拢加起来了后，我全部要参加区段征收。有另外一种是，我部分要参加区段征收，我部分要来领现金。哦，就我一寡钱无爱，我无爱全部的土地拢来领吼，我无爱全部土地拢领土地，无爱我的土地无爱全部后日拢要领土地，我要领一寡现金。为啥物？我甲之前嘛甲各位报告过，因为之前我遇到阿伯是安尼讲，啊，着我土地真多啦，啊，这个我土地吼，我留一个三成的吼现金起来，剩的七成拢配地，后日配配了配配，互我遐个孙仔，互我遐个囝。你三成，我提当靠地啊，领导的后盖免甲传长手。我即摆也全部拢配地啦，啊配了后盖拢因的，我留的就搁甲传长手。所以呢，就会当部分配地，部分吼领现金，啊嘛会当啊全部拢安那，全部拢领现金。那就这个部分呢，啊，这是按土地的部分。那注意呢，啊，土地改良物的部分就讲地上物，土地改良物。啊，就是所谓的地上物，啊，地上物内底面包括真多啊，农林渔业啥物，啊，包括你的厝，包括着安尼即个树啊啦，即种用拢叫做土地改良物。啊，即、這个改良物后面啊，即、這个部分啊，伊的补偿的依据是啥物？全部补偿的依据是伊按新北市，伫旧年旧年啊，前年较通过自治条例里面的补偿，所谓补偿依据。甲新北市的补偿当中一模一样，因为按所在地所在是按新北市，所以这个部分呢，啊，甲各位先做一个报告来看一下。那至于呢，啊，后日你的土地呢，啊，就讲吼，地价地要领回去吼，伊这个领回去有一个领回去的比率吼，这個、比率大家拢足关心的，为啥物？因为这個比率来牵涉到，啊，你到底是要我领几趴啦吼？那就去甲各位报告吼。扩大征收，地价地要领回去的比率，这个比率嘛是营建处会当主张的，因为这是用地政司吼做决定的。哦、主管按地政的地政司来做决定。那当然，伊的评估啦，啊，在这评估的过程内里面，包括啥物？包括公共设施的比例，包括哈、啊、土地使用的强度，哈、啊、土地所有管理吼收益的程度，开发的目的，还有开发的总费用，有真侪因素必须要来考量。所以呢，他来决定讲，哎，后日都市计划做好了后。这个部分来报予来进步地政司了解，看这个部分地政司认为应该分等于予土地所有权人是啥物款的情形下叫做合理。那这个部分呐，大家当下来甲各位先做一个报告。那后壁面呐，安来看，目前现阶段看到的地价地发放的比率，伫咱新北市吼，伫咱遮附近啊遮个看到的，啊，光两个区的啊，就是较早淡水。
水的吼，按综合示范社区甲着吼，一级二区的这个区甲征收完吼，伫按这个内底面的对啊，按即马后壁面的这吼，这征收的时阵发还的比率是40%。那详细呢？那即马搁你做的是按台北港，台北港电力区的区段征收，这个面积嘛非常的宽，要到200吼，要到200外公顷吼，伫按的后吼，伫按的后壁面吼，这个八里街的所在，那这个部分。甲着咱新增吼北平吼知识产业园区的扩大征收案，这个案拄啊刚通过尔，这个案拄啊刚来新国较刚通过伊发还的比率，那这两个部分呐，我即马拢啊搁咧办理，伊即马目前发定的比率是40%，但是我刚刚甲各位讲，未来这个部分因为地政署安那做决定，并不是按即马会当甲各位报告的部分，吼，这部分各位了解。我来拜托较顶面的吼，尽量伫咱正正面的即个土地做吼，即顶面的卖叮当吼，因为吼，即个布幕吼摇甲真厉害吼，较拜托个感谢你。那啦，安个甲各位报告吼，地价地新领的定数变啊新领，即个部分从我征收开始了后，以后迄个公告，土地征收的公告一个月，来讲公告30天。这30天的时阵会寄批寄函给各位，那这个批内底面有一张新领地价地的申请书，那这个根据这个申请书，哦，然后呢啊，你得讲吼，这个申请书30天内底面，你会当吼写下了，哦，看是要哦寄过来营建署，还是要寄来现场收件吼？那这现场收件就是讲，到时阵啊，当甲进入到征收迄个勘查。进入到征收迄个阶段的时阵，安个相共甲即卖共款，派人共安挡水即个所在，然后呐，为着安土地所管人方便，甚至于单直接伫30天内底面直接搬来吼，来即个吼收件就好。啊，是讲即内底面因为伫申请的过程内底面有一寡内底面的吼，毋知要安怎填写，那毋知要安怎填写的部分，即、這个部分呐。营建署拢会提供着这方面的服务，所以呐，到时阵会通知着，伫咱淡水按这个淡海新市内底面，啥物所在会甲这个所在做一个在地服务，就是讲现场的收件。那假设你无爱现场收件，啊，你拢会向的话，只你用寄嘛，不要紧，直接寄来，啊，或是寄来新北市政府，还是寄来着吼，按这营建署拢会使。当你的收件时间截止了，吼，开始机关的审查。审查了你的物件，假设拢总齐全，那这个部分呐，会当发予你地价地的这个吼，准予发给你底价地的证明，就是讲表示以后你会当配地。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物件无齐全，那物件无齐全，那机关来去通知你，通知讲，哎，你什么人，什么人，你来这边什么物件无，哦，无全，你爱去补，哦，你爱去补证件，或者爱补物件呐。补的时间会甲你通知，偌久之内拜托你来补吼。那这个补了时间也到了，啊，你也补了啊，这个补证会当完成的吼，准你发予你地价地证明书，讲你后盖会当领土地。那假使讲时间到啊，予你补证的部分你嘛无在了完成，还是讲无在了补证的位置，那这个部分后盖嘛是发予你现金的补偿。那这个部分啊，即卖目前的法令的规定啊，另外一个必须要甲各位做一个报告的，就是讲。不一定当未来在30天公告迄个期限内底面，你不一定认为讲啊，我应该全部来领现金啊，我靠地啊领现金较好。结果呐，决定了后，你就无来申领啊，申领地价地，你就无来提出这种证明文件。在这个过程内底面，有机会人佫讲啊，后日反悔的时阵要安那啊，马上上上，马上申领土地较好。在这个情形啊，伫啥物时阵啊，有三个时间点。就讲核定着，发到你地价地通知的时阵，也是现金补偿，吼、哦、发完印之日，也是通知补偿地准，保管开始一个月内底面，你会当提出来反悔。就讲，哎、欸，我进前我要领现金，我即卖无爱啊，我要该领地，吼、哦，你一个月，只要这三种条件之下，你拢是一个月内底面会当做出这种的处分。然后呢，佮另外一种就是我当时也要领。我当时要领地，但是呢，我本来认为讲领地啊，我认为无碍，我想要领一寡现金，好，你买单接解，啊，这呐一解机会。
是新的法令的规定，哦，甲各位做一个报告。那地价的分配方式，大家人来关心着。后日我领土地的时阵，我这土地后日要哪分配？那后日土地要分配呢？啊，本府已公开抽签啊，并由土地所有权人自由吼选择，吼、哦，这个吼、哦、每一个结果的方式来进行，哦，来进行分配。那甲各位报告吼。那这个部分呢，有分做几啊种做法啦吼。那另外，这实际上要哪做平阶段，可能还佫无一个定论。为甚物无一个定论？因为台湾专省伫办理征收的部分啊，即摆看到的可能现状是这个区上大区，哦，一定有高到达百几公顷啊。那安尼地主呢有偌济啦？地主呢将近要到五千啦。那你五千人也要来填卡啊？这个所在，假设全部啊，讲五千人，全部拢来领吼，拢要来领地啦。啊，无啊，讲卖个五千啦，一半好，两千五百的要领地，两千五百的要领地，咱只办抽头啊，唔知要安怎抽啦，抽未了啦。所以呢，未来这个部分会来采取着，有可能会来采取着，包括像啊，婚姻个体，还是苗栗个体的辅导征收案安尼。暂时先安那，先予各位全部每一个结果开放的情形下，予恁自由选择每一个结果恁何选？你讲啊，我要选一个，选一个，每一个都抽头啊，每一个。第二阶段，还去跳转去甲全部的人公开来抽头啊，做一台会议，无可能无在条完成这么那好艰难的好任务。那这种后日呐，会甲各位呐。会甲中官啦做一个报告了后，最后他来决定讲到底想要用什么方式来做。那另外一种就是讲，你领回面积，即摆内底面有真侪人，土地所有权人伊的面积非常的小，但是伊足想要领土地，但是呢伊阁非常的小，后盖唔知领会到未？那甲各位报告吼，后日你要抽签进行啊，伊会叫你合并。就是讲，你的土地面积较少的人，拜托恁会当合并做伙来配地，吼、哦。那合并啦，恁若假设自由合并无材料，吼、哦，无都啊都拢无熟悉搬的人，啊，这个较早啊租房落来，啊，结果足早都拢搬出去市内啊，所以呐，这土地也无熟悉搬的人，要甲啥物人合并？那无人能合并的也不要紧，按机关呐、啊、会定一个时间。来甲这无材料合并的，吼、哦，大家拢捡做伙，啊，甲你介绍实在，跟咱咧做卖人同款的，啊，希望讲，哎，你实在了，握握手，啊，不是后面下毒手啦，啊，握握手，啊，你们一起合作，合并起来来配一块土地，啊，因为这种合并伫咱北部啦，算真正常。啊！伫南部啦，要写一个合字是非常的困难啦，吼！你像我看伫台北市，啊，台北市上士林官邸北侧，一支枪将近要到一百个啦，九十几个配一块土地，因为呐，伊爱前街沟开发，前街沟开发遐侪着，无一个人食的落去，啊，无一个人有材料甲食落去，啊，无材料食的是变呐？那无材料就是大家合并，啊合并的啊，爱遐尔啊侪人，无材料配地，所以大家合作伙，啊几百个合作伙，大家跟他拢亲戚好朋友。那这未来呢？啊未来呢？这个抽签配地是安尼。那合并了，你也假设，伊到尾啊你嘛是合并未成，无材无要甲人合并，那无要甲人合并，那是讲这块土地上盖细地、机灵地，啊假设配起来是爱达百万。结果呢，你的管理费再加起来，才五百万呢。那你就无在了配地，无在了配地，咱呐，咱回到当时你征收的市价来征收，吼、哦，来补偿给你。这无法度的代志，就是变成这种情形。啊，假设你无配土地，将机会无在了独立配土地，配一个麒麟地，安心北市的麒麟地，哦，这个管制来这边呢，哈、哦，最小的。面宽跟深度的话，那基本上基本上这个部分呢，就拜托你来个平均补偿呢来领个分。那至于呢啊，建物的处理方式啊，基本上嘛，足侪人关心的。啊，我即卖处理顶面的是要安那吼？那吼、哦，建物伫保留的时阵呢啊，几个原则第一，无妨害都市计划，无妨害着扩大征收的计划，无妨害着公共工程施作的合法建物。啊，即卖讲的拢叫做合法的建物，就是
是你吼表示你安那，你应该正常爱有念头，啊是正常你爱有使用去食。那有人啊，厝已经三四十栋啊，那有所谓的相关的水电税负证明，那这些合法的房舍，在不妨碍都市计划或是区段征收的计划，那什么叫都市计划？有外厝想要留起来，外厝啊合法的处理这个所在。啊，我到底这厝爱红贴，我爱红贴。那假使讲你的厝伫都市计划内底面，恁的厝住好伫倒个？住伫公园啊内底。啊，你的厝伫公园啊内底面，啊，公园内底面，当会当起厝，当会当一间人，一个人住当厝内底，住当公园内底。爱当的位置甲我讲，这种厝我都爱住咯。为啥物？规个公园拢按干头，按道的火花也同款。所以那你若讲妨害都市计划，你的厝伫公共设施顶面，包括啥物？包括马路，包括公园顶。啊，这种的你就要保留，也无在了保留。为啥物？因为你妨害都市计划，吼、哦，你妨害都市计划。搁另外一种诶，就讲你妨害区段征收，啥物叫妨害区段征收？安那讲诶，区段征收，即个结构遮大诶，马路伫即个所在，啊，马路伫即个所在，结果呐，你诶厝伫中即个所在，拄啊当一家啊伫即个所在，头前到即个马路爱100米，即个边啊到即个马路爱70米。要安那甲你留起来，要甲你留起来，变作一大地拢爱画给你，啊无就一大地拢爱画给你。剩落来的土地后壁面无材料配地，那这种的妨害着区段征收。那这个部分啊，甲各位报告，不一定你会真担心，但是呢，未来公司呢会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给各位。就是讲啊，假设你的处境伫啥物所在，我会当替你来测度。公司会当提供这种服务，替你测度，互你了解讲，你的厝甲个现状的都市计划到底有影响到都市计划，还是有影响到区段征收无？这公司交到机关特别交代，未来会当也会征收进程，会当来提供这种的服务，甲各位吼、哦、做土地所管理做这种服务，互各位会当较紧放心下来。因为呢，按土地所管理，我看到真侪拢是吼、哦、阿伯阿姆吼，大家年纪拢有啊，住伫即个所在住真久啊。即、这个问题有当时啊会予人袂食袂困真，哦，这我了解。因为征收土地已经征收几十栋啊吼，所以即个部分会当体会。所以即个部分啊，啊各位讲吼，假设也有需要的经营下。有需要的经营下，公司会当提供这个部分，好、哦、来甲各位报。然后呢，啊，建筑的吼，甲土地所有权人呐，这种的但是无妨害时阵，你会当原位地来保留啦，吼、哦。啊，假设无妨害，就我讲的这都市计划区段征收啦，那无妨害你会当提出保留。然后呢，这种来讲，申请保留的时阵啊，保留吼建筑的时阵啊，啊，必须要区段征收公告地带啊，新林底下地吼，啊，然后你这个时阵啊。申请保留的时阵吼，必须要在这个时间。那、啊、这个时间呐、啊，现阶段拢还阁相差，因为都市计划还未完成。等到都市计划完成了后，要开始进入区段征收的时阵，这个部分阁会一一来甲各位做一个说明。第二种呐、啊，安全奖总统的是安那，建物发展土地所有权人无共人。好，这个部分呐、啊，用白话讲者，厝是你的，土地别人的。叫做处境，叫做土地，无同一个土地所有权人。那这个时候，这个情形下，假设你的建物，那假设你的建物，就讲你面的建厝，你想要保留，那保留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安那，必须要征求到迄个土地的所有权人，伊同意提供土地，同意提供即卖目前即块土地，互你做保留使用。伊啊，假设唔提供。啊！我请教各位，即嘛只是种普通的相信尔嘛。厝你的无唔对，土地我的，我的土地无爱互你用，你的厝要留起来，免去留，当然是无在了留嘛吼。然后呢，进来这边这个过程，你也关于你保留落来了，有可能相共拢爱留啥物，留差价地价。什么时啊？搁留保留就保留啊，时啊搁留
不同款。啊，假设咱讲今仔过年是40%，平均七个40%，认真讲来讲，啊，较简单讲讲100平，咱过年40平，同款啊。你即个所在你留落来土地，你啊假设留落来，那假使讲你今仔日是一个注释的，哎，你得留落来，你得爱注释吼。它的使用分区请注释，因为最小开发面积要660平方公尺。你讲，你要申请后盖一个新的土地，要申请爱有当，爱有200几平才当申请一条建桥。你即卖土地，啊，假设你即卖管200几平，但是你参加区段征收，存80多平尔，因为那分等于40%啊。结果你搁要先甲归去200几平的土地，这个中你200几平扣掉80多平，你应得到的，你搁存来遐，遐就是安那，遐就是爱拍下地价嘛。啊，这个部分啊，假设唔知影，因为呐，这种有人讲讲规波，我感觉足简单，但是啊，因为啊，这是我的行业，啊，不要紧，你等下吼，有机会你去问我，啊，是问安天地一寡工作人员，你去问，因为呐。搞清楚了你才回去，好，搞清楚了你再回去。那至于呢，安置计划的部分啊，分这不老少哈。那这个这些部分啊，全部拢是依照安新北市目前现阶段的条件，有一挂是机关的主张，然后呢，现阶段所讲的拢是安新北市哦，拆迁自治条例里面的规定，来讲房屋补助会哦，列出呢，因为征收比全部撇除的所